赤帝女子残缺元神，正借着古兰吸食她的元神之力。若再不摘下，不出十日，赤帝女子元神恢复之时，她便会衰竭而死。 岂不是说，月主命不久矣？如果他的性命不保，那么尊上的性命也……兄尊，我有办法。程引剑的最后一块碎片已经找到了，程引剑已经重铸完成。怎么会？月主对兄尊情深意重，他一定会用程引剑自戕，以此保全兄尊性命。把程引剑交给本座。 可是要销毁他，交出来！寻风恕难从命，兄尊乃月族最后的希望，兄尊的性命绝不能有半分闪失。交出来，兄尊！ 唯有取得赤帝女子元神，才能挽回玄虚之境的10万将士。我们已经失败过一次了。 绝不能在失败第二次了。既然有探子回报，说水云天已经秣马厉兵，随时准备全面开战。倘若十万将士无法回来，月族灭了你的将士，灭族之灾呀！月尊，倘若训风能以此保全兄尊，那训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月族即将成为一族之后，他更应该有牺牲自己的觉悟，这才叫做死得其所。住口！本座绝对不可能牺牲他。敢做自会想别的对策。怪不得，怪不得父尊当年要以死让你拔琴绝爱。请殿下慎言，早知当初。 应该死在你的业火剑下，也好过如今看到你成为一个不知轻重的废物。殿下，东方青苍，你就在这里慢慢思考你的对策吧。我训风告退，差点忘了，训风早已察知。 兄尊的业火是因为拔琴诀而修炼而成，沉迷于情爱，情根复原，业火自然消失殆尽。如今的兄尊，再也不是三界仰慕、万人崇拜的强者了。